啊，最近给你们推荐了一个，看我带着没有？哎，师傅带着这个宝贝，啊，这个发现了一个高科技产品，啊，这个高科技产品可了不得，它是一兆啊，就是什么概念？就是1亿亿啊，百千万亿啊，是亿亿上面再加一个一个亿，1亿亿就是一兆。一兆的什么波动？速度1秒钟一兆波动的太赫兹波。你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吃喝过太赫兹水，那个水只是被打成小分子了，不能发波。这个是可以发波的晶片啊，晶片啊。那么这个它可以使水蜜桃保鲜12天不坏。他做了对比实验，水蜜桃一个放了一个晶片上面，一个是没有放晶片。12天后，那个完全烂掉了，这个没有烂，只是失去了一点水分，重量减轻了。那么除了这个呢，你们喜欢喝酒的人，把这个晶片垫到酒杯底下，酒立马就变味儿。之前是师傅有这个能耐，靠功夫，但是现在不用功夫，你们也可以变酒了，并且可以变水变茶，就是普通的矿泉水，你把它放上去。你再开瓶喝，是完全是太赫兹做成的小分子水，酒也是这个样子。那你这个普通的高粱酒放上5分钟可以变成茅台，跟茅台一个味儿啊。那么都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这个可以保鲜，保你的五脏六腑新鲜，保鲜保它不坏啊。这个专利的拥有人的母亲。是一个得癌症的人，啊，他为了救母亲，就去日本找这个太赫兹晶片的发明人，啊，然后那个时候老先生已经老了，啊，那么后来他就谦虚跟他学学，后来人家把这个他老之前死之前把这个技术给了这个现在的台湾这个专利人，啊，那么他后来就用这个晶片帮母亲，把那个医生已经不能救了，晚期4期。但是最后全部癌细胞缩小，肿瘤缩小，然后不见了，啊，就是他就母亲就发现拿出自己的家财推这个产品，啊，推这个产品，说是鼓励你们女性什么，就是买2片放在2个乳房，啊，放在2个乳房，那就可以保鲜嘛，啊，它可以保鲜呢，那就是保你青春年少，哎呦，女性是胸腺。胸腺在这个2个乳房这不老，就是你就不会老。男性在哪？男性弄一片就行了，贴在自己的前列腺、肚皮，弄个纱布一缠啊，放在那个前列腺。前列腺不老，你的这个荷尔蒙分泌不老，你就老也不老，就保鲜嘛啊。你们不是愿意成小鲜肉吗？啊，这个成小鲜肉保鲜，很贵，但是一辈子它不会消啊。这是波。这个一辈子这一片不会消失，它的那个太赫兹波的释放。我们已经改版了，就是这是人家的产品，没有多少了，就是有多少都跟他拿来了。然后我们会改版成一个特殊的一个带场的东西。既然它这么厉害，它现在只是物质的作用，物质的作用，就是那么。我们老祖先发明了阴阳太极八卦六合，是可以界定暗物质的气，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通过暗物质手段把它压在这个晶片里面，然后外边会做成八卦体，啊，就像我们新加坡的那个一分钱，你们知道我们的一分钱的奥秘吗？这个1块钱它很厉害，它是一个。当时呢，这1块钱，你看是个八边形，里面外面是个圆的，那是个方的八边形。那这个八边形它是暗含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八卦，八卦。所以这次我们就仿它的，外面是个圆的，里面是一个八卦，在里面是个阴阳太极。阴阳太极的心儿里是我们的六合楼钩，六合楼钩里面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倒置的那个。句中的那个图案，所以我们会把它设计这个 logo，就是我们成立跟它成立一个全新公司，
然后把这个压进去。这个是什么？当时这个我们新加坡开地铁钻隧道出了很多工程事故，那地脉被破坏，怎么样可以使新加坡，我们必须解决交通问题，挖地铁挖洞啊，那么又能够使新加坡的地气不散。而老法师就给他出个主意，说除非每一个在新加坡的人手中拿一个八卦啊，这不可能，这个让华人手里每个人拿个八卦你都不干，还让洋人马来人什么拿一个八卦，这怎么可能？后来他们就智慧团队就说做钱币啊，每个人手里都不止一个八卦，家里都有啊，这就是他的秘密，而保住了新加坡的恒久昌盛。记住，这是玄学，玄学先天八卦它具备把所有的阴阳聚于中放光的道理，所以我们未来的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代，第二代会双倍的价格。为什么会双倍？因为我会让它去暗物质进去，然后用一兆倍的波释放暗物质。那你可能你一天需要打造两小时才能获得的量级，你可能五分钟就弄完了。掌声一下吧。所以它将来它这个它那个波它是物理的，但通过物理它那个波能够释放出那个暗物质的能量，它就了不得了啊！因为这个不是宗教，不是什么特殊，并且真正可以保持你的小鲜肉，你给你的孩子带，给你的这个女儿带，儿子带，保持他的小鲜肉不生病啊。那么我为了这个做实验，我自己用，然后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母亲因为我出国帮着你们扛业力，头整天疼啊，我回来我就给他弄了两片啊，给他做实验啊，现在已经不疼了。告诉儿子你是神医，我说不是，我是神，这是神。掌声一下啊，他就哪疼我就让他放哪儿啊，后来腿疼放腿，腿不疼，头疼放头，头不疼。为什么？它是释放波，把里面的所有的你的这个浊气打成小分子，大分子打成小分子，因为它大，它在经络不能穿过，所以你打成小分子，它全部就怎么样，变成很小很小的颗粒，它就通过你的粪便汗全部就排出来了。排出来呢，它没有浊气就堵住经络，然后你的经络就通了，通了就不痛了吧，这是它的原理，不要小看这个啊。所以是它可以防止你得高血压，得动脉硬化，得中风脑血栓，已经得病的可以用它快速疏通经络啊，因为它是这个可以连片用的，你可以连成一个呼，带当头箍用，当脖子套用，当手套用，当什么膝盖护膝用，护腰用啊。我那天受风寒，腰半天疼起来难受，我就放了五分钟啊，腰就舒服了。后来有个朋友也是腰肘住了，我就给他放了五分钟，他说哎，这个好了，这厉害了，这有劲儿了。他的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高科技产品，所以是大家要抓紧动手去试。我们卖可以释放暗物质的那一套，真正立的，他不练功嘛？不练功，你给他一片，他就在练了。为什么？他就是自己。我们练功人跟不练功的人差距就是，练功人可以捕捉暗物质，使用暗能量；不练功的人他不能捕捉暗物质，不能释放暗能量。所以你给他了，他也能够捕捉暗物质。来养自己体内的神，因为神需要暗物质，神是不可测的，它真实存在。那暗物质是真实存在不可测，占宇宙的 96%。 你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东西可以捕捉暗物质，你不用练功，尤其你们这些懒蛋，对吧，就多带几片就好了，就是保证自己新鲜不老啊。这个你这个越练越年轻，还可以保持你越来越年轻啊。那么你想，一个水蜜桃不止十二天，因为它是做对比，那个十二天那个完全烂到没有东西了，所以它就不再对比了。
你一直放着它，一直保鲜，只是损失少量的水分啊。那么这就是高科技，这里面是使用这个科学家许可的微量元素制作的，它的材料是很珍贵的。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